大家好，我是五年级四班的林昊天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眼中武松打虎的故事。其实，在武松打虎故事的背后啊，同样也是他们的故事。今天中午是大概30个人左右来吃饭，11:50就开饭。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着呢。这是第一次做，我轮班嘛，到我俩做饭了。今天都有农药。我这整块带瘦肉的，这块有点瘦肉，我把这块行了。还切不动呢。哎，那不用切肉啊，火可以大。真来不及，还有2.5个小时咱们就过来吃饭了。这么快就来了？没有，正上班，正来干嘛来着？看你做啥怎么样？有帮手。啊，这个帮手，没事儿，没帮手吧？喊我。梁山好汉之一的武松，在酒家孤饮18碗，大快朵颐，喝醉之后仍坚持赶路。这个是我们的皮影博物馆，正在还没挂牌，已经都弄好了。是我一个朋友嘛，说那个有一个演皮影的艺术团，然后他们的身高、他们的长相都跟你差不多，他们是演皮影戏。这个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了。这个，我在想，怎么还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呢？我就以为这世界上就我自己是这样的呢。团之后，我就想过来看一下，然后给我父母就说了，然后他说呀。这个北京你那靠谱吗那里？然后可别再是一个传销的组织，然后把我下来不行。我说没事，我先去看去吧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找了一些大学生留不住，又找了一些没有学历的辍学在家的学生留不住，没有办法想到了这群学生朋友。我们他是大学毕业生，在家设计公司做设计，也是听说这边有这些新朋友在传统体系以后呢，就把工作辞了来去做。其实做设计，你想，我有一个妹妹平面设计，1个月10000多块钱拿的很舒服。但是对他们来说，因为好多学生朋友嘛，他们在工作的岗位上不想得到大家过多的去爱护了、照顾了，总会感觉自己很另类。所以说，好多学生朋友把工作辞了来到这边，用他们话说就是像一只小羊找到了羊群。店家告知武松这岗上有虎伤人，劝他不要走。武松不信这店家，执意往岗上走，结果真就遇到一条吊睛白额大虫。店家说景阳岗上出了猛虎，我何惧豺狼虎豹横行岗。来到山岗，天色晚。
没跟我说过。刚开始的时候吧，老是接到他的电话，哎呀，这边有什么事了，那边什么事了，给他家里去汇报。一个月以后也没有声音了，妈妈声音越来越少，为什么呢？他这边都打成一片了。一些修成棚，它也是希望是种群居的，群居的动物。它如果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，它是很自卑的。武松仅以双拳就打死了老虎。武松打虎这事呀，也被未来的老百姓造福，后来也被世人传为佳话。就是本来第一次登台演出就比较紧张嘛，结果呢观众又是些外国人，然后默默的就是给自己加油，一定要演好，第一次演出一定要成功。结果呢演完之后呢，他们热烈的鼓掌，然后对我们很肯定。其实那时候也是增加了我从事这门事业的自信心。喜欢 C 罗吗？我喜欢 C 罗，偶像。还去过瑞士踢过球呢，那个代表中国残联，然后去那个瑞士，12支球队嘛，当时，然后我们得到第五名呢。车的乘客，请往里走。持卡、请刷卡、无卡。演员如果出去上课，他就会要求多派两个人去。能派两个人的话，我尽量不派一个人。只要去一个人的话，全是套服的，单打一面，他自己能拿去。但是其他的演员呢，就是感觉有点打怵，因为他无论他是去坐车了，还是去跟人交流了，他一个人感觉很自卑。郑可用呢，他长得跟小朋友一样，他能很快的跟这些同身高的孩子们打成一片，跟他们没有代沟，这样的话让演员跟他们之间没有距离，没有代沟，就把这艺术传统到他们这里，让孩子们喜欢上这种艺术。来，我给你告诉你，我们要红包主现在有一个。对我印象很深的是昊天，第一次堂课问他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比如说拼音系咱们多少年了。然后昊天第一个举手，2000年，那掰盖儿，哇！我说你太厉害了。当时的时候是3、4年级的小女生，她们组合去我们单位看演出，我们会演员带着她去讲解嘛，正好是李大成带他们去讲解的。我们班到这边是2017年搬来的，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的大学生一女孩。给我打电话说，我们学校老师希望我们在这个暑期里搞这个社会实践去。我就想到了皮影戏，我再去您那看看皮影。我小时候看过皮影，我说那就来呗。巧了也是哈，让李大成去给他带着他转完以后呢，因为我太忙，也顾不上跟他们交流。到最后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，我看发了一个朋友圈，他跟那个李大成，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是李大成不站了，他是搭 CPT。然后他说一句话，他说3年级的时候，我在圆明园那边看了一场皮影戏。是这个小姐姐带着我去参观了皮影博物馆，然后我长大了上大学有这么多活动，我又想到了皮影戏，想到小时候这个情景，又来到了这里，很幸运又是这位小姐姐带着我去参观了皮影戏。她说的一句话特别重要，我长大了。传统文化，闪电般的国术，生动形象，古老中国古建，作风精巧，历史悠久。